郭富城，1965年10月26日出生于中国香港，祖籍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。爸爸郭志开设一间小金铺店，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。中学毕业后，在父亲的引荐下去景福金行当职员。然而1984年，郭富城在一次跳舞中尝试一字马，使足部受伤，因请病假太久而被辞退。19岁的郭富城在朋友戴维报名下考入 TVB 舞蹈训练班，成为舞蹈一员。之后在梅艳芳、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。1985年，在健美小姐选举中歌舞表现突出，受 TVB 艺人经理冯美基赏识。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，成为艺员，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，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。期间演过数部电视剧，但并未引起足够关注。1990年，郭富城在台湾拍摄一则光阳机车广告成名，其后出演爱之味浪情巧克力饮料广告，其中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。随后被经纪人刘伟慈相中，加入福隆传播公司。1990年9月推出首张国语大碟《对你爱不完》，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。郭富城成名前在无线电视台认识梁美薇，此后小美成为他的专职经纪人，两人亦师亦友的手足情谊已超过1/4世纪，传为娱乐圈一段佳话。郭富城是横跨音乐、电影及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，劲歌热舞代表人物，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符号，完美的武艺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。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。